下面我们来学习君坦经会演啊。君坦经会演大家比较陌生，哎，所以说一般考的这个东西啊，大家什么容易出错。君坦经会演大家注意是个虚样的个人阴性感觉，跟我们刚才讲的会演可乐不感觉一样，都是个人阴性，但是它广泛的存在自然界，特别是水体中，所以它常常通过水体来爆发，哎，跟你们一般的传染途径不一样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感染途径主要是呼吸道感染。哎，就是说你这个病人假如有君坦经会炎，哎，他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染，但是这个细菌在哪儿？在水体中。说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啊。好了，病理变化，哎，从来没考到过，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临床表现啊，临床表现没什么特异性，所以根据临床表现来解题啊，大家注意，估计要失望，为什么呢？估计在这里面有一点点啊特异性的，但是又不是可以特异性的，就是说对这个解题有作用的，我估计是什么肌酸肌痛。哎，这种病人常常有高热，并且是肌牛热，反复的咳嗽咳痰，哎，这对大家解题有什么作用？没作用，但是只有肌痛，肌痛头痛。你看看其他的会员都没有肌肉痛，他也肌肉痛嘛，所以看到肌痛这两个字，哎，估计就是考虑会员可能会感觉会员了。好了，其他的什么急性病容、呼吸困难、花干、肺部迟落音。十遍的体征哪个病人没有啊？哪个在会员的病人都会有，所以对他的解题没有多大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你看胸片也没有什么特异性，胸片是半片状阴影和会端的十遍阴影，哎，大家看看就这么多，没有空洞形成，进展迅速，你看看也没什么特征性，没有什么特征性，所以君坦经会员在考察的时候，大家看什么特征性都没有，最容易做错，所以大家记住肌痛，一旦在这容易肌痛啊，它隐隐约约啊，估计就是考他了。君坦经会演，这是我跟大家小结的一个什么比较特异这个东西的方法，做题的方法，对大家的解题有作用的。好了，大家看治疗，大家注意传统的方法，那么考试都是这种传统方法。首先什么红霉素，哎，我刚才继续教大家怎么讲支原红菌，红霉素是什么的首先药，支原的会演，鱼原的会演，君坦经会演，这三种首先药物都是红霉素，所以我将它记成支原红菌，就这样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哎，现在的目前的治疗就是新大盘的一支抗生素，加了奎罗酮，也就是红霉素加上奎罗酮。所以现在的治疗跟原来治疗不一样，当然其实现在八百年的改了这个治疗，从来没考到过，所以大家还是要记这个红霉素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2006年这个试题。大家看是不是这样，男34岁，这个病人两天之前着凉之后，哎，有发热，体温38.9度，伴有呼吸困难，有咳嗽，有咳少量的咳痰，有腹泻，鲜红霉素没有效果，哎，鲜红霉素没有效果的嘛，大家很多疾病都会给他干掉，你看饥荒状葡萄基金肯定有效果吧，是不是？所以马上就给他干掉 ARDS 肯定有效果吧，哎，马上就给他干掉。好了，继续40岁，口唇又滑干，脉搏比较快，呼吸也比较快，哎，双下会有失落音，证明这个病人病变部位在哪儿啊？在双下会。好了，胸片是左上会、右下会、右下前段有半片的阴影，你看所有的这些没有一个什么，没一个有特异性的。我跟大家说过，没有一个有特异性的，首先要大家考虑什么？君坦经会演。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就是 D A 咯，君坦经会演。大家注意，为什么不答 D 呢？会栓塞，会栓塞我们的下一节要跟他讲的，他主要表现什么？呼吸困难、胸痛、卡血三联征，你看这哪有胸痛卡血三联征呢？没有，所以他也不会有滑热，所以肯定不是会栓塞。是不是支原体会炎呢？支原体会炎它是属于间质会炎，它是什么特点？剧烈的咳嗽跟轻度的肺部体征不符，矛盾的，出矛盾体，那么是支原体会炎，所以他的肺部有没有失落音？没有失落音，因此支原体会炎会不是没有失落音的，也不会有很高的高热，那么是剧烈的咳嗽、干痰、少量的痰，所以这个题目也不答一，因此正确答案是把这些都排除掉了，那只有答 A 了。 A 没有什么特异性的，我跟大家说君坦经会炎什么特异性都没有，临床表现肺部体征 X 光没什么特异性，所以大家碰到这没有什么特异，哪个都不像的时候，马上就要想到君坦经会炎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999年这个试题，大家看可乐不感觉会炎首选什么？哎，首选氨基糖胺的抗霉，氨基糖胺的抗生素，氨基糖胺的抗霉素，及抗生素的典型特点，代表药物就是青达霉素，所以正确答案第一个答案 A， 君坦经会炎。我刚才说的就是教大家记住支原红菌，
支原体、衣原体、均碳纤维盐都用红霉素，所以第二个答案项用 C。哎，这种题啊比较简单，当然是老的试题了，20年之前的试题嘛当然简单，现在这种试题你肯定不简单了，考的是不是？